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免费国画教学课堂。今天呢，我们来学单瓣的山茶花。啊，首先呢，就是用藤黄、朱标、洋红三个颜色去搭配。啊，以前你们都学过了嘛，啊，都学过这个笔怎么调色，要三个层次。第一个藤黄、朱标、洋红三个层次。啊，你首先呢，拿一点藤黄在盘子里面，记得。这个调色啊，调色一定第一个颜色必须要把整支笔呢都弄得吸得满满的颜料啊，不能有水，要你非常非常的均匀，很均匀的在这个笔上。你看，而且刮毛笔的时候呢，不要这样不对的，刮这个笔头这不对的啊，笔尖这个刮这不对，要刮笔肚子，笔尖不刮到，这样的话呢，这毛笔。这下面你看，这下面会有水分，画出来的就漂亮。啊，这就是第一个颜色藤黄。接着呢，朱标。这就是朱标，朱标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橘色 ，orange， 朱标。来支小笔给我。好，现在呢，我们这个洋红呢，拿一点放在盘子上。那藤黄好了，看看我们笔尖呢，可以推干净的水，不要推脏水啊！啊，你如果那个很脏的水，你的颜料就你那个颜色就会很脏，混在一起很脏不行，一定要推干净的水。那你推干净的水的时候，你不要整支笔唰就下去了，就太多水了。我们可以用小拇指、小指头在这边顶着笔，就一点点就好了，一点点你就看到它水就把那个藤黄推到后面去了。接着呢，你就可以调朱标，只有笔尖，啊，笔尖调朱标。啊，你看这个藤黄，不要去把它弄整支笔都是。好，有朱标了，然后接着呢，你就洋红，三个颜色，你就可以看到，藤黄、朱标、洋红，就是黄色、橙色、红色。好，那这颜色调好了以后呢，我们用的笔呢是抱蓝好，抱蓝好就可以画花。你可以用两支，一支抱蓝好画花，一支抱蓝好是画叶子，要分开，颜色才会漂亮。啊，要不然你那个笔啊又有绿色又有红色就不好看了，配不上。那笔有时候万一没洗干净的话就不行。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画山茶花。山茶花的花瓣呢，五瓣，知道吗？五瓣。那我一笔一笔的教你们，你们看着啊哈。第一笔，那个山茶花的笔不要拿太躺着，也不要拿的垂直，不要，要拿差不多45度左右，头像这样。好，拿笔45。第一笔呢，你就很简单，你把笔放下去，压下去一，这样就好了。那二呢，就是要从这边下面一笔，上面四笔，你看这样就凑成一个。所以呢，一下去了，二呢要出去一点，你不要太进来，太进来这重要，因为那个花是这样长的嘛，所以你要出去一点，笔尖在这，二要回风，要转笔，要这样转一下下来，二啊，那三呢就在这边，你看我再一个一二，转一下三呢，你就要在这中间的地方转上去，再下来三。好，看到没？如果颜料没有，你可以再调，再调颜色一样。因为藤黄还有，所以你藤黄不需要调。看了，一、二，从这边三、四，就要在它中间，也是一样。啊，四从这里，四，就这样。好，一二三四了，现在就要画整朵。那现在藤黄已经不够了，很少了，你可以。你拿另外一支笔给我，不是干净的，你可以拿另外一支干净的笔，弄湿了以后呢，用藤黄把它放在这上面，放在这个上面，这就好了，这样就不会混在一起了。然后藤黄完了以后呢，朱标、洋红，好，就这样。好，现在要画整朵的啊，你看，一、二，从这边，三，从这边。四，好，这边就有位置了，五就这样上去，这样就好了，这就是一朵花。好，那现在知道了，好，这一二三四这次选了。现在呢，花，我们不是只有画一朵花一朵花，现在合在一起，有的重叠的，好，你看到第一朵，一、二、三、四、五，好，这是不是一朵花？然后这一朵花画完了，你可以
你可以在这个旁边画一朵，你在这下面这个当一，这个当二，这个当二，一二三，你要在这中间啊，这个是二啊，三四五，对不对？看到没？一二三四五，一它变成二，因为它的二在它后面看不到，一二三四五，就这样。好，这句话。然后呢，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看这个一样的哈，一，你们看啊、哦，看的一二，就等于当做你们复习，一二三四五。一二三三四五，对不对？你也可以把这个当一，你看啊、哦、看那个怎么个当一法，这个是两个一起，这三个一起的，三朵，三朵好朋友在一起的，这个当一，这个就变二，对不对？是不是？你看是不是一二三呢？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三四五，是不是？有没有看到？你们看到一二三，三朵了。好，那这花就这样哈，那这样就够了。你们学这些按部就班，学完学到这个整够了，已经就可以画图，画一张画了。那等等我教你们画心呢，我现在再画一个三个一起的，这个比较高层次的，也比较难一点，可是画起来是特别漂亮。等到你会这个的时候，你们就小小艺术家了。好，我现在画这个三个合起来，然后你看看啊、哦，一，这里很注意看啊、哦，二，从半，三，一半，四，五，完了以后呢，这一朵，这个二嘛，对不对？一，二，三，四，五。那你这个当一二一二，因为它躲一半在后面，所以你这边可以一点点，这一朵的一点点，一不要也可以，一二在这边，好，三四五也可以。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你还可以这个因为你这边平平的不好看，所以你可以把它的当一纸转过来，你们还学不到这个没有关系。我说哪一个当一啊？忘记了，不是这个当一嘛？好，二 ，OK， 一二三四五，小小的这样就好了。好，这桃花就不会一条线。好了，现在这个桃花画完了呢。然后来，我跟你们讲一下，今天我们要结束之前呢，我跟你们复习一下。好，第一个第一笔你先画这样，第一笔第一次，第二次呢就第二笔在这边，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就完成了。好，就这个一定要先练，练好了以后呢，就两朵一起，这边一朵，然后这个当一二三四五合起来的，就这一朵，然后这是三朵的。好，我们今天呢，大家好好的把这个练完。好，练到好的时候，我们下一堂课就教你。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教过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要教小花苞。下一次再见。这个就是上一次的功课，你复习过了吧？好，复习很好的人呢，今天小花苞就非常好画。记得也是一样，藤黄、竹标、洋红，还是一样。这个呢，小花苞呢，我们放在这里。首先呢，你就先一点，转一下，点成这样圆圆的。好，第二个呢，你就这样一点，一样二三的第一步。第二步呢，你看你笔这样点下去，笔会有点弯向前面去。那就转一下，把尖尖的面呢转这边过来，然后从比它高一点的时候碰到纸，然后转弯压下去，看到没？好，这个就是另外一笔。另外一个呢，第三步呢就是一笔，然后笔要转过来啊，转过去，转过来，不要碰到它太多。这笔呢也是一样，从这里转过去，转过来，这就是小花苞了。好，今天比较简单，就只有小花苞。那小花苞呢，因为只有这样，所以我就直接再教你们小花苞下面的那个花托。那要画花托，因为这个是三笔，我现在再画一朵给你们参考。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完成了，现在要画花托。
一、二、三，完了以后呢，你就用画叶子的笔，也是一样是包染好。叶子呢，就是花青跟藤黄，藤黄跟花青去调。小花苞的这个花托啊，要浓一点，浓一点的绿色，好，不能太浅。这个要再浓点。那现在呢，你就点点的时候呢，就像那个鱼鳞，这叫鱼鳞点。鱼鳞你知道吗？鱼的那个鳞啊，啊，一往上，二这样点一下也可以，三三个，然后在这里一二三三个的中间呢，点一个，要有给它白白的空出来。二最下面一个呢，三这样就好了，这就是小花苞。如果再加个地，你看就出来了，这样就是小花苞。然后呢，小花苞画完的时候呢，你就要用那个墨加洋红也可以，直接墨也可以。你墨加洋红的颜色比较柔一点，用这个小笔，这小笔是画之翘，没关系，你们只要找到小笔好画的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呢，上面呢要这样勾，我勾在这边给你看，我再勾下去。一、二，不要连到啊。三，在这中间，一、二、三，就是这个。好，这画完了，你就在这边点。一。二三一二一，你看漂不漂亮，就这样。好，那今天小的上好了，上几节课呢，两节课吧，我们已经知道花怎么画，按照这个次序，好，一二三四五画完呢，要两朵花一起的，接着呢三朵花重叠的，还有四朵花重叠的，接着呢就是小花苞，要会练习小花苞呢，也是一二三三个，最后呢放这个花，应该叫花瓣吧，下面托着那个，然后呢用这个笔去剪这个，如果你忘记把上一次的视频打开来看，练习练一下。接着呢，我们就是要画花心。花心呢，首先我们要先用绿色，淡淡的绿色，很淡，不要太厚，不要太浓，淡淡的绿色，把这个中间呢，这样一扫掉，不要全部填满。好像这个就在这里，这个呢就是这个地方，这个一、二，这第二朵，三、第四朵，要记得你画过的，你要记得你是在哪里。好，现在我们。你知道那个茶花的花心呢，是这样一丛一丛的，不是散状的，是一丛一丛，有点像那个金针菇啊，像金针菇这样。我们首先呢，先用白粉，白粉用小笔，最小的小笔，这白粉可以淡一点，黑粉白粉。然后我们这个花的形，你要看呢、啊，这花的形是向这边，所以我们花心要从这边点。这个花的形是向这边，花心要等，不能全部。它来做灯火方向，哦，它向这边，我们就在这边点。你看，先这样，有点弯弯的低笔，然后直直，好、哦、弯弯的，那就一丛啦、啊，对不对？那这个呢，你人如果没有转过来，你可以把纸转过来。你看，这个就在这边，记得一定要这样，像有点圆圆的，要这样圆圆的，知道吗？一定要有弧度，不能直直的，直直的就不是插花了。好、哦，那这个也是第一笔呢，你看它方向在这里，我们就这样一。那第二笔是这个，它往这边去。知道吗？看到没？往这边去，你就往这边。好，那第三笔呢？它往上，你就往上。嗯，好，这样就很漂亮，这花就立体了。然后接着这个四笔的，这个向这边，你就向这边。那第二笔呢？它向这边，你就往这边去，身体跟手要转。那这个它是向这边，我们看到它向这边，所以我们就向这边，这一定要看啊，你自己画的花方向一定要对。好，然后这一笔呢是往这边来，所以这边我们不好这样画，你可以把纸转过来，或人转过来，人顺着它的方向，或者是你把这个纸都可以。一般画另外一种花，一幅画不能转纸，人转。好，可是因为我这边写，我们就可以这样，你看它的方向都出来了吧？好，接着要点那个上面那个花心，好，其实用白色推一点点。藤黄，就这样，白色上面藤黄怎么点呢？先点一个 oval 叫什么形？椭圆形，扁扁的椭圆形，中间再把它补上去，你看它就一层了，先往下，先往下，再见，好，那 就先往下，一定要在那个线的下面，然后第一笔。第一笔要在第一个椭圆形的，要在这个线的下面，然后再往上。好，你看这个，第一笔要在线的下面，
这个就可以不要转机。你看，这就漂亮，你看这花全部都出来了，啊，就很漂亮。好，这样可以了哈。今天我这个花都画完了，我现在哈来画一朵完整的花，我在这个角落画一朵就好，我不要画很多，画一朵完整的花，然后那个绿色花心，好，你们复习一下，还是一样，藤黄，竹标，养好，好，画一朵花在这里啊、哦，你看，一，你们顺便想一下，看你们练习的对不对，三，四，五，好，一朵花，接着呢，绿色，中间，扫一下就好了，不要太多，好，接着就是花心。花心呢是用小笔，白色，它是往这边的，所以你就从这边完了以后呢，白色跟红色点一个椭圆形，往下点，然后再往上点，然后在中间，这样就是一朵花了。会了没？学会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学这个很完整的，下一堂课呢我们就怎么搭配叶子。好，就怎么去把花跟叶子配在，下一堂课叫叶子好了，然后花跟叶子再稍微配一下。这是茶花的叶子。前面几堂课呢，我们就学过了花、花苞，还有重叠的花，四朵花一起的。那今天呢，我们来教的是叶子。叶子呢，以前你们都知道都会调色了哈，就是藤黄加花青。好，那我这边有调好了，你就看，我们不要调的太稀，刚开始，因为茶花的叶子很厚很浓，所以不要画太淡，太淡就不像茶花。它只有一片一片，叶子都是一片一片，比较圆。所以呢，你这先弄的淡淡的绿色，然后笔尖呢推推浓一点的，只有笔尖，不要躺下啊、哦，要这样有点也是四十五度的，也不能太直的调色，要这样差不多四十五度这个角度来调色就会最漂亮。不管你画任何花卉啊什么什么，调色都是用这个原则。那以后呢，比较特殊的时候，我会再另外跟你讲。要不然，基本上我们都是要用这四十五度的条。好，现在我们画叶子呢，很简单，就只有两笔，一二就是一片叶子。你看啊，笔要哪这样？啊，也是差不多四十五度，侧锋下去，笔尖在这上面。你看，一压笔，那就是第一笔。好，再一次，一拉下来，二不要在这上面，在这一点点下来一点点，转上去。转下来到这里就好，这就这样两笔、啊、那下面的呢，因为它这个是往那边长，左边下面的呢就是一二，你可以带一个小尾巴、啊、因为茶花的叶子都有一个小尾巴、啊、那右边的呢就是记得前面的是这样拿，左边向左的是这样，向右的是这样、啊、不一样方向啊、哦，压下去转上去，笔尖不要拉下来，笔尖还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如果拉下来颜色就带下来，这边就不好看。一二呢就从这边，本来我们是这样手是这样，二往上，那这个手这边往上一点，你这样的话就好画。二下来，然后呢拉一个小尾巴，好，记得这就是就只有这样。那这是花下面的，花下面的叶子，那有的叶子会长在花上面呢、啊，花上面的叶子怎么画呢？你可以一笔尖还是顺到下来，二这样叫下面凸的，你要小尾巴也可以画上，不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好，这边呢也是一二，这样就好了。啊，这就是叶子。还有一般呢有带柄的，带柄的叶子呢，你要先画叶柄。比如一二，我们再复习一下，一二，然后你可以三个在一起，一二，这边的都可以，一二，这样，好，这叶子都可以这样画。那现在呢，我们在如果有柄的，你在枝上面的呢，画一条柄，不要太长，因为一般叶子的插画的叶柄不会非常长的。好，然后你就顺着这个叶柄的方向画下来。好，这就是。那你可以在这边呢，再来一个转笔，就一个尾巴。可是上面呢，也还可以再一个，一般不太有。可是你要看你的那个情况。好，就这样，这就三个。那叶子就那么简单，就完了。那个茶花的叶脉啊、哦，很简单，就一笔。可是你要画的有力，方向要对，就会非常漂亮。好，那
我现在就在这上面画好了，我现在这下面画给你们看，另外的画那还是一样，你可以用纯墨，你要看那个叶子，可是一般的用纯墨太浓太重，不要，我们就加一点点洋红，好，加一点点洋红跟墨在一起，它看起来就比较浓，好，也不要太多。叶脉呢，左边的呢我们就是顿拉，右边的呢就是也是顿拉，下面的呢就顿，一定要顿才有力量，知道吗？一定要顿。我们书法啊什么的国画都一样，我们用毛笔一定要，你不能够这样就没力量，你看是不是不好看，要有顿拉。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上面的我们就不要去画这个，你看顿拉就到这边，这个顿要起来这样，不要画直直的，这样它就很漂亮，而且要碰到它的尖尖的地方，这可以从外面进来，可是就顿在这前面，这样就可以了。啊，现在呢我顺便再跟你讲一个，有时候呢那个茶花的叶子我们可以搭配一点点嫩叶，它不一定有，可是我们搭在我们的国画里面会很漂亮。啊，我们就是用这个浓的哈，就是点缀了，点缀一幅画推一点点洋红，你看那就很漂亮，对不对？推一点点洋红，就是说我们一幅画里面呢都是绿色，我们就加一个，比如说我这边加一个，看是不是就漂亮起来了，躲在它后面。这样的话看起来就好看多了。然后这个叶脉呢也是一样，这根就可以从这里顿拉，你看这样就漂亮了。好，今天呢我们叶子就画到这里，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就把花跟叶子组合的教你们怎么做。好，那现在我们现在呢花也会画了，花苞也会画了，都会，叶子也讲过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开始画一幅真正的国画，可高兴吧？ OK，还是一样哈，藤黄、竹标、洋红，好，那画了，画长画了，我们先画主要的部分，啊，主要的你要设计嘛，啊，你们现在可以领老师的稿，以后你们要设计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哈。我们这边呢，今天我们不要画那个组合的啦，我们都画一朵一朵的，看心情漂亮就漂亮。这边一朵，你看一、二、三、四、五。再来一个，两朵一起的，一、三、四、五，然后这边呢，来一个小花苞，这边可以再来一朵。那现在画完了之后呢，就是画什么？画托，对不对？老师如果忘记，你们两个提醒我，等等你们要画一张啊。OK， 我再帮你们指正啊。OK， 你先看看这画托，一、二、三，一、二、一。在画花托的时候呢，你顺便把这个中间都盖上去，因为同样的颜色嘛。啊，盖上去好了。那现在呢，就可以画叶子。基本上呢，你就先在花的下面就画叶子，左边右边左边右边这样就好。我们画简单，我们不要画太难的，以后慢慢慢慢更进步了，我们再画难一点的。好，你可以在这下面的画一，左边的一、二，然后这右边呢一、二，好，然后这边呢你也可以一。因为这边都是绿色嘛，我们可以推一点红色衬托一下，在这里小小的，不要太大，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边呢也是来一个红色的，我们给它往这边一点点被它盖到了，它一半在下面，然后这边再一朵，
啊，像这个地方顺便跟你讲，因为这个圈子它就刚才一二三一二一嘛，它连在一起了，没关系。等等我们用那个勾，它就勾出来了，这没关系的。啊，这边这有洞，我们就把它补起来。可以从外面进来，也可以从里面出去，好，这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花叶子好了以后呢，我们就用这个墨加洋红的这个颜色呢，勾这个，你看啊，现在勾出来就出来了。你要记得这三片、两片，虽然它全部在一起，可是也可以勾。好，勾完这个呢，接着就画叶子，啊，就画叶子。你看，顿拉，这个要很小心。这一幅画好不好看，都在叶脉。这叶脉好的话，这个花就漂亮。你看，一定要很漂亮，要有尾巴，不一定要在中间，你看它在上面一点。你看它在上面一点，它方向就不一样。你看它这样就不一样，你看这个就在这边，这个呢就上面一点，你看这样就漂亮。嗯。然后接着呢，因为我们要组合嘛，要用那个枝配合，所以呢，你枝你可以用叶子的，可以画叶子的这一枝也可以。蓝竹笔，去拿一支小蓝竹笔，拿一支小蓝竹。我们现在呢要画枝，哎，就是那个茶花的枝，现在不是一颗茶花，是要一枝下来的就好了。你可以先用淡墨加浓墨，我们现在基本上就这两个叫，不要去变化了。以后呢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那个，啊，那你看，现在我们可以从这边出，要转笔，枝呢不好画。像我们如果初学者呢，毛笔都还控制不住的哈，你就记得一定要顿笔转，才会有力量。然后呢，枝呢不要看到太多，要藏在那个花的后面跟叶子后面，好，不要从这边。如果说我从这边画，你看那个枝那么长不好看，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好，那这个地方呢这样也可以，或者你要再加一个叶子在这里都可以，补一个叶子。那你觉得这个脖子太长，就补一个叶子。补一个叶子，它就不会。然后这个呢，你就可以接在这里，嗯，这样就连起来了。等一下，这个呢，你就可以从这边出去，它好像接到那边。然后这个呢，你可以从这边来，啊，这样字就很漂亮。然后你可以出一个，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就不错。然后这个小花瓣旁边呢，你如果觉得太空，你可以也可以加一个小叶子。也很好看，然后这个旁边呢，你也可以加小叶子，嗯，这样就很好看啦，对不对？然后这个地方呢，空空的，我们也可以补叶子，这样一幅画就很漂亮的一幅画。好，那这个刚才没画到叶脉。那现在要画什么？你们知道吗？画心。对，画心。花心什么颜色啊？白色，然后上面点黄色。对。那白色要画的啊？画什么线？一个椭圆。哎，对，画一个，这样不是画闪了哈。不画。然后要看要不要看它的方向？是。要看方向，这个向这边嘛哈，然后就画这个。OK， 这个呢，这个方向，我们就画这个。这个也是这个方向，这个上面要点黄色，要点个椭圆形。嗯，对。好，这就完成了一幅画。有 mixed color, yellow color, home blush,
蓝 orange and red. So, we only have five petals for the single petal camellia. So from the bottom start, 1, 2, 3, 4, 5. Then you can do another one. 1, 2, 3, 4, 5. 1, 2, 3, 4, 5. Okay. Now we finish the flower, we learn the buds. Buds here. Just point, then both sides. Now we can add a leaf. Leaf is use the brush, use yellow and blue mixed together for the green. Camellia's leaf is quite thick and strong color, so we use dark green. It's only two petals, two strokes, easy to do. Only 1, 2, 1, 2. And also their leaf is separate, no join together. 1, 2, 1, 2, 1, 2, 1, 2. And under the buds have a different, they have a, like a fish's guard. 2, 3, 1, 2, 1. So now we can, here can put another leaf. 1. When you finish the flower, you can add a very pale green color on the middle, the flower middle. Okay, now we finish it, then we can use the same brush. We join the, for a good painting, join the flower together with the brush. And the branch, we can add the new leaf, young leaf, add red color. So now we finish it and do the veins. The veins is easy, only one stroke, only one. We should push brush go down. Here, the top is wider, strong, and lift the brush. Now, to finish. Okay, the butt, they have a, like a fish scar, we make a circle. Okay. And also, here, the stamen, we use a white color. White color put very fine line, make one bunch. Then put white and yellow together. Can we add a butterfly? Yes. Okay. We add one butterfly. Butterfly, we put the eyes and the body. And how to call this one? Container. And the wing, we use red color wing. Wow, a beautiful painting.